我们台泥不只是卖建筑物的水泥桥梁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工艺品跟大家大众分享，这样子抛砖引玉，然后希望更多人来支持这个活动。16,800，6,700，在做好环保的同时，也能做出那么好吃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。完成完成完成。